就係掉呢一個嘅水樽啊！拎翻啲機械先啦，大佬。在這裡呢，蘇士巴利島呢，就是因為這個開路問題已經爭拗了超過就是半個小時了。那現場這個的蘇士巴利島的東行線呢，就是呢暫時就是被警方呢就是阻住人。另外一方面，西行線嗰方面咧，就一直咧都係行緊去咧呢一個遊行終點咧，應該咧就係呢一個嘅韓泰館嘅方向啦。咁啊，但係咧呢一度咧就係蘇士巴利道嘅呢個東行線咧，就係仍然咧就係一大堆嘅遊行人士咧，就係喺度。咁啊，係堆積咗喺度嘅嚇。咁啊，見到咧，暫時咧人群咧應該開開咧就係會咧。是小部分人士就向返呢西行線嘅方向。已经是超过半个钟了，今天呢游行的人士呢，即除了说极多之外呢，就真的不斷都是有一些指罵警員的
字句啊嘅言語咧就喺度啊。咁啊，而警員咧亦都一直咧都係坐喺度。咁啊，一直咧都系嗌紧开路嘅。這個狀況已經持續了呢，45分鐘的另外都有看到起點那邊呢，鐘樓尖沙咀鐘樓跟著呢這個太空館仍然都有非常之多的人呢，就是仲未呢可以呢成功呢就係離開尖沙咀，咁啊尖沙咀呢都係仲未離開到啊，真係唔知幾時。雖然暫時未有任何的事情發生，但是會有一些零星的口角的，有時而是逗留了在這個桑士巴利道的東行線的人仍然就是停在這裡，一直都是在喊開路，喊下都喊了30多分鐘。什麼嗌咯，嗌緊開路咯。
邊個講嗰個嘅？我話即係我哋呢個位係唔行嘅，你唔行嘅，行我先得行，都收唔到。行一行到都收唔到。嗰度啲人咁驚，點收到？咁仍然咧都係嗌緊開路，同埋仍然咧就係同警員咧就係差唔多同學。好遲到。我都問水，即係其實呢個都問水，唔係呢個好少少 ，smart 通嚟㗎，我都，我都 CSL。咁啊，仍然咧，梳士巴利道咧，嘅群眾咧，仍然咧就係停喺度咧，就係向住咧留守住喺度嘅防暴警察就嗌開路。咁啊，而咧七行道咧就係見到咧就係有呢一個嘅警車就增援，咁啊未知用意就為何嘅嚇。咁啊，持槍警員咧就依然咧就係。小事呢、這個狀態嚟先啫。咩啊？頭先先講半小時，九個字啊。係啦，咁啊，各人咧都係嗌開路開路咁樣。見到，我可唔可以過少少啊？咁啊，啱啱咧就係收到消息咧，就係呢一個嘅催淚煙咧，就係已經哇！尼敦道速龍跑入太空館，你揸住先。哇！今次真係要出拎定 gear。喂，係你拎定 gear 好啊？嗰邊放咗 PG 啊？邊啊嘛？另外嗰邊啊？有啊，放曬啦。So I think what she wants is... 這裡放第一粒 TG 整大了。差不多了。
because all the protesters are spread out so much, right?唔係，佢話太空館有出紅色啊，佢前面好似 T T。Is that okay with you? But for now, maybe we'll have like me stay where I am, this kind of standoff, and then see what happens with this. At the moment, it's dead.No, this isn't going to go live. It's your life. And then Zor is just sending off his head. Hong Kong Police Force, you've got Zor and Yo-Yo basically free. If you want them to move, just look at the camera and say, "Oh, okay." If you have one on the set, 那邊多警察。根本就去唔到尼敦道。見到啦，另一邊近七鹹道呢一邊咧就多咗防暴警察增援嘅啦，見到。開路啦，停車！咁點算啊？有少少力。唔好意思啊，咁啊信號問題啊，真係人數真係太多，咁啊叻真係無可厚非。哇！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就系红磡咧，科学馆道咧就系向住尖东方向咧就系铲旗。喂，点解会 cut 嘅？我觉得系。大家可以見到啦，前面嘅人群咧就慢慢叫向後面褪疏啲啊，因為而家現時咧，大家可以見到啦，去到彌敦道一至到蘇爾巴道地道呢一道一帶咧，都有大量人群聚集緊噶，而密度都非常之高，即係如果一唔小心，好容易有發生人踩人事件啊。咁大家可以見到啦，前面大概而家有20多个防暴警察增援嘅，即係由呢個七鹹道增援過嚟嘅。咁前面咧，頭先呢大概9个字入面啦，都有一個守護孩子同埋呢一個現場嘅遊行嘅警察去協調翻啦，安撫翻而家現時群眾嘅情緒嘅。不過而家群眾嘅情緒就越嚟越高漲，可以見到。見到啦，呢一批增援嘅防暴警察咧，係有配備長盾嘅。同埋相對嚟講咧，都多咗旗手啊！相信咧就係以備一陣咧，可能
呢一個發生混亂嘅時候就作出呢一個驅散。我哋今日唔係出嚟屌你哋嘅，我哋屌林鄭啊！你明唔明啊？消防局，咁而家咧喺呢一个红磡嘅消防局总部嗰边咧，其实咧又再警方再发射咗两枚嘅催泪弹嘅，就系距离我哋而家身处大概可能只不过系两至三公里位置嘅啫。咁以过往嘅先例咧，即系有一次就呢个美岭嘅游行咧。都是这个警方就因为这个情况混乱的理由呢就暂时提早取消了一笔反对通知书的。未知道今次警方呢会不会用同样的处理手法呢？因應住咧呢一個嘅紅磡咧，已經咧就係發射咗呢一個嘅催淚彈聲嘅，係啦，見到遠處係有催淚彈嘅嚇。
一期。咁啊，警方啱啱去举一期，好啊，举咗半举啦。你小心啲，有嘢喺後邊掟嘅，我先喺後邊掟嘅。就係舉呢個藍旗。咁啊，防暴警员已经系戴上咗防毒面罩噶啦。咁啊，暂时咧就系未有进一步行动。就係舉咗一旗啦。
靜啲啊，警官！冷靜啲啊！行緊啊！走緊啊！停停啦！係你哋唔俾人行啊！要 don't let people go。What the fuck you are doing here？I don't want to suck them, but now I want to suck them. 這個是警方他們作出的公告，暫時如果你們參與的話，就由他已經被警方喂大佬啊，你不讓我們走而已嘛，阿哥啊，記者我們警察同事用到攻擊性武器，包括磚頭及膠樽，警方辯護膠樽可以砍穿你的頭呢，膠樽真的好厲害，有沒有人扔過你啊？咁啊，警方啱啱咧就系话咧，就系咧，有人咧就系有用呢个攻击性武器，包括砖头同埋胶樽，就系掟向警方嘅。咁所以咧就系话咧有一座嘅。And their weapon is nothing special, they said. 咁啊，系呢一座嘅蓝旗同阿旗已经举起咗噶啦。咁后边嘅人士咧就系、是。多數咧就係已經咧就係裝曬緊。No, I'm always very friendly with these guys. I just try to convince them. 現場嘅記者 ，No people want to do anything against them. 作出一個指導，如果你哋想做任何嘅採訪工作，請你哋喺巴士後面。進行採訪工作，巴士後面頂唔到啊！喺你身旁右手邊有個手扎式出嚟講，請你喺巴士嘅後面去作出你哋嘅直播同埋採訪工作。多謝合作。我真係唔知巴士點樣可以行到咁耐。咁啊，如果喺巴士後面嘅話咧，就係、是。但其實呢就是我不懂的，我的改革真是壓力的，這條人啊，那他的 possible 應該是這條人搞的，搞的哦，我進行這個工作，多謝合作。咁啊，見到咧就係依家好多嘅示威者咧都係邊度啊？警察咁啊，係咧向住咧海棠方向咧就係、是、離開。咁啊，見到咧係經住 T11呢一個方向咧，就向住海棠進發。咁啊，大部分嘅示威者咧，都係依家咧就行緊過去嘅。都未知道咧，今次咧警方會唔會宣布咧呢一個遊行咧已經係可以終止啦。點啊？咁啊，咁啊有巴士司機咧就係、是。
咁啊，見到咧警方咧係除低咗個面罩啊嚇。
咁喺現場咧，仍然咧就有好多嘅黑衫嘅示威者咧就。就是聚集的咁一部分咧就係、是。我撇低咗我成條天啊！沙底有冇？沙底有沙底。沙底。沙底。今日我冇諗住抗爭起底飛嘅啫嘛，攞嚟鬼飛嘅嘛上面。咁可以見到咧，就係紅磡體育館嗰度咧，就係有極多嘅人士。我嗰日圍你嗰日都係咁多人，不過唔知點解估唔到入嚟。我哋依家咧就向住咧紅磡體育館嘅方向進發。暫時咧，呢一個星光大道附近咧，就係、是、未有呢一個嘅防暴警察。我剛才咧，警方咧就係、是、向呢一個遊行嘅申請人咧，就係講咧，就係、是、遊行咧就係、是、需要咧就是、終止，都未起步嘅人咧就係、是、唔可以繼續。但系咧，遊行緊嘅人咧就可以咧，繼續啲原有嘅活動，但系咧就係、是、唔可以佔據馬路。咁啊，只可以喺行人路咧，就繼續咧呢一個嘅遊行。系咯，咁啊，依家咧，咁啊，大多数嘅人咧都系向住咧原定嘅终点啊，红磡体育馆咧就系、是、前进。咁啊，沿途都系有啲人咧，就系、
一啲嘅文宣啊。咁啊，大會咧已經係宣布遊行結束噶啦。即係個未出發嘅市民就係有一解散遊行咯，大會講係啦。出發緊嘅市民咧就唔好佔路。我哋依家繼續跟住人群咧，向住咧紅磡體育館嘅方向咧就係前進。咁啊，梳士巴利道咧，近住紅磡繞道嘅天橋咧，咁啊有一小部分嘅人士咧就係、是，哦，唔係一小部分人士，好多人士啊，係啦，紅磡。喺隧道行政大樓黑旗，真係前面啊！係啦，咁啊，最新嘅消息就係海底隧道行政大樓咧，就係警方咧就係舉起咗黑旗，咁啊，即係咧代表咧會有催淚煙，即將。如果你要睇行政大樓，就要行呢邊入。呢度去唔到紅館。行政大楼要行呢边，咁我哋依家去红馆唔系红隧行政大楼望望咯，夹夹先。咁啊，見到咧有警員咧，就係用呢一個嘅電筒咧，就係射住咧。咁啊，啱啱咧就係有呢一個嘅居民咧，就係唔係居民添？市民咧，又係人士咧，就係同警員咧，就係口角啊！咁啊，啱啱咧就有警員就話：，唉，好閒啊，咁樣差你哋啦，玩夠啦，咁啊，就係咁樣啦。呢個口吻同一個上星期李大包圍。係啦，咁啊，幾起咧？示威人士嘅不滿，咁就話：啲大陸嘅撐警嗰啲人去咗邊啊？民意喺邊啊？咁樣係啦。
咁我哋咧依家咧就系向住咧海底隧道咧方向咧就系前进。阿大家冇人，但前面咧警察，咁啲人点样过嚟？呢度上都有红馆噶嘛？呢度系咯，呢度上面都红馆。上到咩？好似唔得，真系唔得。好似要我明啦，佢兜落咗落去，落咗落去再上翻去。咁我哋上去，上去咯。咁我哋上翻去紅磡繞道天橋先。咁可以見到紅磡繞道咧，就係仍然咧就係佈滿咗人群。隔好似下個好。咁隔離嘅通向呢一個嘅海濱公園嘅海濱長廊嘅，同埋一個紅磡碼頭嘅天橋咧，亦都係咧佈滿咗咧遊行嘅人士。咁啊，隔離就係呢一個嘅紅磡體育館噶啦。刚才警方在不同的位置，包括红磡桥啊、体育馆附近咧，都系发射了催泪弹嘅。咁而呢一个嘅大会亦都系宣布咗咧，今次嘅游行咧就会结束，因为咧。是警方的指示。我们这里可以见到呢，就是暢運道天橋是非常之多人，你收到過咁而下面都係有若干嘅服務警察啦。咁我哋已经系嚟到咧，就系红磡体育馆啦。
的對出。紅館對面咯，就係向海球。咁啊，呢一個方向就係去緊紅磡灣嘅。喂，手中唔打就散啦！喂，早啲過紅館啦。係啦，行啦。我見好多人喺紅磡嗰度。你講咗啦。咩？系风雨嗰边嘅天气，可能想知呢班人生气。咁见到一场运道天桥咧，上边咧系聚集咗极多嘅示威人士嘅吓。咁未知咧，今日咧應該咧會如何？因為今日咧本來咧就係有一個嘅不反對通知書，咁啊呢個嘅無忘初心嘅大遊行。咁啊，然而咧就係喺去到中段嘅時候咧，就係會警員咧就係發射咗呢一個嘅催淚彈。包括咧，太空館啊、紅磡橋，咁啊，剛才我喺呢一個嘅 K11 啊，人民藝術購物館啊，對出咧，亦都係咧有警員咧係舉起藍旗同黑旗。已經咧係嗰個勢咧，即係作狀咧，就係要咧拋出佢嘅手扎式嘅催淚彈。咁啊，可惜，唔係可惜。咁啊，但係咧，就係去到最後咧，都係冇使用嘅。今日可能由於有呢一個嘅不反對通知書嘅關係咧，嚟臨呢一個嘅出席遊行嘅人數咧係極多，咁啊包括咧好多嘅比較年長嘅人士啊嚇，佢啱啱咧亦都係見到喺橋呢、這個紅磡繞道嘅行車橋上邊咧，就係有長者咧就係凍住個拐杖食緊煙嘅。另外一邊行車橋咧，應該咧就係向住黃埔嘅方向噶啦，今日都係有係啊，紅磡碼頭即係黃埔。不過咧，就係大部分嘅人士咧，都係留咗喺呢一個位置。前面已經係啦。好多防火咯，好似話。但係好多人可以見人，但係啲人
你落咗 gear 擺邊啫，都係擺手啦。你要對頭哥領，但係呢度多人，多人會搞你噶，袋拖袋得啦。你好前面有你唔好戴住就得咯，你解釋到噶嘛？出嚟又問我點解知你長得出嚟玩？我攞袋住啫。唔係我想快啲喎，跑緊啊！
我就紅館喺呢度喎，紅館呢度行過去喎。我哋依家繼續行住咧，嗱，紅磡啊，香港體育館啊，我們已經是來到這個的紅磡體育館的對出的了，那見到呢就是下面呢已經呢布滿了這個防暴警察，雖然當初就有防暴警員就進入了這個的紅磡的政府都會的範圍，但是呢就是未有作出這個的拘捕行動，只是呢就驅散他們就是上這個的扶手電梯。市民的衝突和站眼看，即是在這個的紅磡體育館一帶，但是未知道其他地方的情況是如何，因為真的變幻莫測。準確地形容真的變幻莫測，我們現在已經是來到香港體育館了，即是紅磡體育館。我可以見到上面仍然就有這個的直升機，三至六張比好像好點。大家上車，對咯，係啊，上車冇事啊。佢有車，得唔得落去？咁下暢運道啊？係，我暢運道先啦。影咗暢運道之後，再落去洪水咯。好啊。邊個唔得？邊食唔得？我見到咧，暫時咧，度咧就係好冷喎，真係。點解點解？
小心啲啊，有車啊，真係。但係依家我一不可再。好啦，我哋而家身处嘅位置咧，就系呢个畅运道连接呢一个红磡体育馆嘅位置，系啦。呢个位咧都系过两个礼拜，警方咧一直包围呢一个理工大学嘅一个长期揸咪嘅位置。长期揸咪嘅位置即系对住支咪喺度嗌咯。行政大向住头举枪啊！下边阿 Sir， 乜嘢嚟啊？喂！我哋仍然咧就喺畅运道嘅天桥，咪呢一度系上星期发生阿卡，即系你搭呢一个嘅攻防战啊，可以话系咁啊，有呢一个激烈冲突。咁曾经咧锐武装甲车咧就系、是、被呢个汽油弹咧就系、是、烧至咧就系、是。陷入火海啊！仲有10分鐘，不反對通知書就會完噶啦。10分鐘啊！10分鐘。咁啊，依家咧就係、是、見到紅隧嘅狀況咧，仍然咧就係大致正常。真的，紅色情況是大致正常的。啊，我們眼前就是理工大學，我問剛剛呢就係、是、咧，就係、是、被咧警方咧就係、是、解封咗啦。咁啊，由學校咧就接管翻。但系咧，學校咧接管翻幾個鐘頭之後就旋即咧就係、是，因為喺入邊視察過咧，就認為咧校園入邊嘅設施咧嘅損毀就非常之嚴重啦。咁啊，好多嘅玻璃嗰啲欄杆啊，咁啊都係粉碎咗。咁啊，認為校園唔安全，所以咧就係、是、要進行修復。咁啊，旋即咧就係、是、關閉翻校園。咪等待收復就成功。咁我哋依家咧仍然咧就喺暢運道嘅天橋。咁啊，暫時咧就係一直咧，目前為止咧都係較為咧就係平靜嘅。我哋頭先見到咧，係啊，掉翻住佢啊！屌，我都未踢，都未出聲。你聽下佢咯。好，我踢單車啦。喂，直轉咗未？係啦，咁啊，仲有8分鐘咧，就係咧呢一個嘅不反對通知書。嗰、那個時間咧到期嘅，你講得勁好，係啦，喺度黐住到期嘅時間，因為見到咧暫時咧民眾咧呢、這個市民咧就向住咧就係、是，等等誒，檢查陣，嗰個是邊度？向左邊方向咧就係、是。理大攻防戰嘅
主要戰場。嗰、那個方向咧就係進發。咁啊，未知道人群會唔會就喺呢度咧，就係散開噶啦。咁啊，見到咧就係理工大學咧，就係出邊咧。咁啊，因為咧校園已經關閉嘅關係咧，就係有一啲嘅保安人員咧一路駐守。吸引咗好多人咧，就系咧喺围板咧附近咧，就系影咗呢一个嘅理工大学校园嘅一面嘅情况啦吓。嗰边成日 check line 咯，即系点啊？即系嗰边有警察咯，成日 check line。翻去，你又想圍？你睇呢度會點先？唔係你確唔確定要跟我行？我 feel 似散嘅。真係啦，我都覺似咯，我覺似啊，其實係。我覺係曬啊！咁翻去咯。我哋 stay 多陣。你 stay 多陣去先啦。邊度啊？嗰人嗰邊啊嘛，我哋餐廳啊。我食上課，我切推人。真㗎？咁呢度應該冇無縫啊警察啊你。哦，警察已經嚟到啦。啱先阿方上嘅嘢就嚟呢度，系啦，警方已经系到场嘅。咁啊系，咁啊推进呢个防线咧，就系呼吁咧，就系大家离开。上花痕。咁啊，話咧要配合警方嘅指示咧，就慢慢離開。錢啊！你做 OT， 你咪笨柒多咁啊！咁啊！你現時咧就係、是、警方已經係將呢一個嘅卓運道嘅行車天橋咧就係、是、清路，咁啊，將呢一個嘅人咧就係、是、示威嘅人士就係擋離咗呢一個嘅行車天橋。咁啊，暫時咧仍然咧就有若干嘅人等咧就喺呢度咧。理工大學對出咧就係、
呢個 AB caller 最初咧就係聚集緊嘅，咁啊係可能咧就係對於入邊嘅情況咧就係、是、感到好奇，咁啊見到咧佢哋咧就係可以話係爭相拍攝啊嚇。依家係周圍都冇情況喺度。係啩？但係最 possibly 最多人聚緊係。我哋而家去唔到。入去玩板唱 K 算啦。你話啲人入曬商場啦，依家都。係啊，曬商場。變裝咯之後。stay 咗陣。之後去旺角玩嗰啲啊。唔知㗎，可能。尖沙咀拉人集。直上。我觀察下再決定可以暫時 stay 咗陣。而家喺度娛樂下先啦，而家點先？屌！正，我哋喺玻璃正。呢個的 mission， 呢個大好大。我影張相俾你啊！喂，頭先個勢真係黐線嘅。係啊，頭先早前掹緊東㗎啦。紅磡繞道啊嘛。係啊，係啊，通神都出現。佢嗰個手扎式嗰個咧。係掹咗。掹咗嗰度好似。係啊。咁我哋而家身處喺嘅位置咧，就係呢個紅磡暢榮道嘅位置啦，就係即係上兩星期啦，呢個理大即係俾呢個警方包圍嘅一直封鎖嘅位置嚟嘅。咁啊見到啦，而家 Poly 呢個 A Core 正門嘅位置咧，其實已經俾呢個校方咧用咗呢一啲圍板咧封起曬噶啦。不過咧，仲有好多市民咧就喺門外啦，就嘗試用手機 zoom 近咁樣影入邊啦。咁其實咧，門外都係有啲保安嘅，可以見到。咁可以見到啦，而家暢運道連接呢一個紅磡體育館嘅天橋咧，就橋上已經有一啲防暴警察，大概有10嘅防暴警察咧，就其實企咗喺橋面上面啦，其實。剛才有很多一啲行人咧，就沿呢一個天橋咁就行翻去呢個尖東嘅位置啦。咁其實就而家警方已經清咗呢個橋上面嘅行人噶啦。咁暫時而家現時嘅氣氛都係平靜嘅。咁一個原定嘅今日嘅呢個無忘初心遊行嘅不反對通知書咧，就已經提早結束，就喺呢個6:00結束嘅。所以而家嘅示威人士咧，就已經係向唔同嘅方向離開緊噶啦。可以吸大嘅時候，嗯，5分鐘。嗯。咁暫時我哋就喺呢一個科管道附近嘅位置，為大家去留意一下先。咁可以見到啦，近住呢一個七咸道北嘅位置咧，其實係有一架豬籠車喺度嘅。咁豬籠車附近咧，其實係有警察喺度戒備嘅。呢、這、一個位置就喺呢一個三槍會軍營嘅附近嘅啫。啊，槍會山軍營係啦。唔係，我係嗰只拉住佢哋有事啊。嗌咯，冇咩嘢嘅。嗌兩句啫，行咯，行嗰邊，呢度冇嘢睇噶啦。係啊，咁啲防暴器喺嗰度，都唔會有啲咩。直下嗰啲咯。我哋依家就沿住啊暢運道啊，行咧，行翻去嗰度係邊度？七咸道。七咸道北軍營嗰度咪軍營？係啊，槍會山軍營。咁啊，入邊係咪有呢、這個？每逢6:00就會有解放軍步出。是我想看我刚刚在里面呢就是看到有这个的电筒的光啊照了出来暂时呢都是除了一两声或者两三声或者三四声的叫嚣之外呢
咁啊，大部分人咧都系沿住咧马路，唔系沿住行人路啦，或者系呢一个嘅交通灯嘅依照交通灯嘅指示咧离开。其实人流咧，其实可以见到就系沿住玫瑰堂隔篱嘅柯士甸道慢慢去左得嚟。系啦，咁啊，其实系四散嘅，系啊。咁啊，除咗有一两声嘅叫嚣咧。咁就係冇其他嘅事情。槍會生軍營。撤退啊！撤退。係啦，見到咧，警方咧亦都係咧撤退嘅。咁我哋過對面馬路咧，就係睇下警方嘅情況啦嚇，因為呢度可能係交。光线比较暗啊，咁啊应该系睇唔到咧，就系对面嘅情况。半炸都烂啦！唉，真系唔好玩。咁啊，上面咧仍然咧就系有呢一个嘅直升机。咁啊喺上空咧就系盘旋，佢哋走得，我哋真系都系走得噶。佢哋好痛，我哋弥敦道，弥敦道，系咪？跟佢哋，跟佢哋，跟佢哋，跟咩啊？跟，好似跟佢哋好啲喎。咁啊，哇！有空气污染好严重。我哋依家就可能咧就係出翻去彌敦道啊嘛，係啊，向彌敦道，有我哋而家係柯士甸道向彌敦道，呢位係出行到啦。因為呢度去彌敦道咧，應該都係並不是好遠嘅啫。因為知道呢度行過去就係啦，咁咪再轉一轉右。大家好啦，咁而家我哋位处嘅位置，其实大部分嘅示威嘅群众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我哋而家系身处紧呢一个玫瑰堂外面嘅位置啊，系啦。咁我哋而家面向紧咧，就系呢个理工大学 A Core 嘅位置啦。我想把握。
K 十一秒斯南奇，嚇 ！K 十一秒斯南奇，嚇？都係仲有人咩嗰度？嗰度有人咩？唔係啱啱收到嘅消息係 K 十一秒斯南奇喎，喂點啊？pay me 喂，唔係佢俾咗電話我噶嘛 ？OK OK， 一陣再搞，一陣再搞。喂，你叫咩名啊？媽媽意思。喂，唔係。咁啊，啱啱聽到嘅消息咧，就係呢一個嘅 K 十一秒斯南奇，係咪即係呢一個嘅所謂人民藝術呢個本購物館啊？半島酒店對岸。咁我哋依家要點樣去啊？咁我哋呢度直行就係啦。呢度直行就係啦，係啦。咁啊，今日咧只可以講咧就係、是。雖然咧呢一個遊行係有不反對通知書啦，但係咧就喺和平進行嘅時候咧，警方咧都係咧曾經咧嘗試咧，冇嘗試，係直頭舉咗咧呢一個嘅藍旗嘅喺橋上面。喺個帝國中心外。係啦。咁啊，但係當時咧就係、是、遊行人士係非常之和平有序咁樣咧，就係、是、向住咧終點係香港體育館啊，即、就、係、是、大家俗稱嘅紅磡體育館咧，就係、是、進行緊呢一個嘅遊行。咁啊，暫時咧就係、是、市面上咧，即行到南呢一帶咧就係、是、比較咧就係、是、平靜。咁而剛才暢運到天橋啦，亦都係咧已經咧就係、是警方咧就係、是已經驅散咗，驅散咁咪叫驅散，即、就、係、是、勸喻啦，其實係或者指令啦，指令好啲，驅散就。咁啊，剛才就應該用驅散嘅，咁啊，中肯少少。咁啊，係揸住個麥，咁啊，同大家講，就話咧呢一個大會已經宣布遊行結束，咁啊，請大家咧就係唔好再佔據馬路，就行翻上行路。啊，剛才係咁樣嘅，跟住仲有多一句咧，就係話，如果大家仲喺啲行人路嘅，唔係喺佔據馬路嘅話咧，可能咧就會構成呢一個嘅非法集結。咁啊。完整咁樣讀翻一次咧，剛才咧警方嘅一個嘅指示。哇！咁我哋而家咧就係、是、仍然咧就係、是、沿住七行步南咧，就係、是、向住咧天文台道嘅方向。你哋過嚟睇睇，冇事發生。仲要直得去翻洪水咯？嚇、啊！又去翻洪水，啲警察翻洪水，因為我翻洪水。係咪啲警察大批防暴再次衝入梳士巴黎花園，意圖追捕市民？話咩？喺邊啊？梳士巴黎花園？呢個咩話咩？最前咯、啊，最前咧轉右。咩市民？咩大批防暴衝入自暴花園去廁所？紅館平台已經驅散咗。咁梗係啦，頭先都見到係驅散咗。咁我哋依家仍然咧就係喺呢一個嘅七咸道南啊嚇，咁啊近住呢一個嘅嘉年威老道。咁我哋剛才收到消息就係呢一個嘅有防暴警員咧就係、是、衝入呢一個桑士巴利道花園咧，定係桑士巴利花園？
巴黎花園。蘇士巴黎花園，係咁啊。追捕咧一個示威人士，咁我哋依家咧就趕過去咧，就睇下咧係咪有呢回事發生。我都係喺呢個深水埗特賣場買個炭，幾蚊個？買兩個。買幾個？OK，OK， 你贏咗，你贏咗，你贏咗。咁啊，呢個真係特賣場買嘅個炭。呢個？摩地道轉翻右咯。唔係呢個八洲蓮花園嚟㗎。我知啊。呢個直行。咁我可以見到咧，地上面咧就係哇咁大隻腳嘅，咁啊一啲磚咧被掘起之後咧，就係用呢一個石屎咧，就係鋪咗上去咧，就係代替翻啲磚，咁啊冇將磚咧再鋪上去。咁啊除咗咧，應該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嘅房子咧人士咧再掘磚之外咧，亦都係可能咧就係出於咧成本上嘅節省啊，咁啊又快啦，又平啦，又正，唔知靚唔靚？咁啊可以見到咧，就係示威人士咧，就係已經係四散噶啦。咁啊，整條嘅七鹹道南咧，都係見唔到咧有示威者就喺度。咁啊，多數咧都係記者。我哋已經是去到呢一個嘅 K 十一妙思啊嘛，你去講一次中文啊？人民文藝入係嘛？人民文藝、人民藝術定人民文藝？人民藝術購物館係啦，係啦。見到咧，警員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摩地道嘅巴士總站咧，就係撤離噶啦。咁啊，見到有幾輛嘅俗稱豬籠車嘅大型運輸車咧，就係離開。咁我哋翻，問你睇唔睇到？你有冇睇電話？係啊，佢話入翻敦道先，利敦道。利敦道咯。哦，我哋去。所以啦，完咗啦。利敦道望望啦。咩啊？咩啊？咩啊？大呢度咩啊？就得咁多。咁今日咧，大致上咧都係比較和平嘅。
哋依家咧就係向翻咧彌敦道咧嘅方向進發。抽個 Poly Can 天喎呢下，難抽嘅。係啊，我而家有榮譽景呢個，咩啊？掂唔掂？攻擊性，攻擊性喎。今晚可以看到咪啦，唔想睇，十點鐘。哎呀，唔想睇，睇嚟佢嘥嘢。有一個大好嘅球員嘅呢度嘢，唉，呢個大好球員就係呢度，唔係一個例子。古力好勁，我 FM 玩到好撚勁，我但係古力勁，但係 FM。都未識輸喎，當然34輪啦，兩我同佢都講話3分，佢唔識輸，除非你嘔佢，嘔贏佢，嘔贏咗佢啦，我想雙殺咗佢，雙殺都咁，之前都唔識輸，到而家都唔識輸，好勁，不忠不事，有啲警察嘅牌大到。就係、是、警察喺派大道，即係尖沙咀警署隔離，唔係海防道啊！海防道哦，派大道好長。呢度翻翻，你可以識，人哋可以識嘅喎。再住呢層，我唔知。應該呢度啱啊，温度。I square 要轉咗啦，哇！唔好撞我啊，好驚。其實可以吸好耐嘅，我想講。係啊，我唔係講，依家喺度直播，喺度玩鳩啊！喺度食飯，一陣間爆大鑊，我食飯。好啦，咁我哋依家已經係嚟到咧彌敦道啦。咁啊，近住呢個嘅重慶大廈。咁啊，彌敦道嘅狀況咧，亦都係平靜啊。咁啊，但係喺前面啊，蘇士巴利道咧，咁啊就係應該有幾架嘅警車就係停泊咗喺度。椒蛋球殘留嘅味道好重，係咩？我冇事喎。哇！休息。邊個話冇事啊？If you drop all the cash.先買只咁耐都鐵粉嚟啊！
就唔白啦。咁可以見到咧，就係彌敦道一帶咧，就係非常之平靜。我哋依家咧就係嚟到咧呢個嘅中間道。咁我哋依家已經係行翻嚟咧，就係、是、太空館啊，回到最初的起點。真係回到最初的起點。啊，咁啊，見到咧，防務警員咧就係、是、開始咧就係、是、撤走了應該是喎，是不是在看我們的 live？ 有防暴警員呢就是開始撤退㗎啦。咁啊，喺太空館附近咧，仍然咧就有一小部分嘅人士聚集向住咧，警員嘅方向咧就係怒罵、指罵啦。咁應該咧就係咧係會撤退噶啦。咁啊，隔離咧就係香港藝術館啦。咁啊，只係咧剛剛咧喺前幾日咧就係重開啊，琴日重開啊嚇。咁啊，已經係經過歷時咧四年嘅翻新同埋擴建。係啦，咁啊，警方已經係完全咧就係撤離咗咧梳士巴利道咧係彌敦道一帶啦。咁啊，即係太空館隊出。剛才咧就係、是、防暴警察未撤退嘅時候咧，太空館咧仍然咧就係、是、有少部分嘅人士咧就
到時到呢啲就係、是，呢啲就係要嚟做選舉啊！到一筆錢嗰時你就要即係催淚彈殘留物啦嚇。咁啊係啦，向住咧，服務警員咧就係、是、指嘛。哇，搞唔掂！系啦，咁啊，现时咧就系已经咧就系呢一度咧就系大部分咧都系记者嚟噶。咁啊，可以见到啊，呢度系太空馆。咁隔篱咧就系、是、重开，琴日重开嘅香港艺术馆啊，系啊，咁啊历时四年嘅翻新。咁啊，刚才警察就已经撤走了最后停泊在这附近的一些警车了。现时还有的是相信是刚才是示威的一些可能准备参与示威的群众或者一些逗留在附近的市民，他们就叫喊一些政治口号，是的，反修例运动的口号，包括 5 months多温 less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咁啊，剛才亦都係唱咗一個嘅《願榮光歸香港》，係啦。咁啊，暫時喺呢度咧，仍然咧就係有人咧就係逗留小部分。紅磡德文街黑嘅，點去啊？去唔到，去唔到。德文街，德文街。咁啊，啱啱收到嘅消息就係紅磡咧德文街咧嘅天橋位置咧就係有呢一個嘅黑旗，但係咧我哋依呢一度咧就係身處咧半島酒店對出，即係太空館隔離嘅位置咧，就係非常之平靜，咁而警方亦都係撤離咗啦。咁係咪代表住今日呢一個嘅？無忘初心的大遊行就是那一段落呢，咁就暫時咧就係未知之數嘅嚇。咪係，你講緊邊個？我相信剛才有觀眾再問到呢個警察咧，就喺呢一度嘅。咁剛才咧就駐守喺呢一個梳士巴利度嘅警察咧，就已經全部撤離咗啦。
咁有網上消息指啦，就有一啲防暴警察咧，就而家暫時就駐守喺呢一個旺角德文街附近啊，一度舉起個黑旗嘅。好啦，咁啊，暫時咧就呢一度嘅情況咧就係比較平靜嘅。咁啊，若果咧係再有最新嘅消息咧，就係會再同大家報道噶啦。咁啊，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收睇。咁啊，再見啦。